元青花，这个元青花，金线元青花拍一拍。这个土青料啊，元青花也不都是进口料。中央内火和马未都都见过。啊，马未都也见过。那这个东西得好好看一看。元青花的梅瓶，不过它是玉溪窑，就是云南那边的土青花料啊，就是反正不是元青花，所有的都好。金井泽镇有很多土青花料画的元青花碗啊盘啊都有啊，这价钱也不高，只有精品的东西才有价值，不是说元青花，不是说官窑都有价值，任何东西只有精品的稀缺的东西才有价值啊。这个要两万多啊，两万多，老板，这个两万多，这个可能你们好多人都没见过啊，好多人都没见过，或者对这个东西研究不深啊。这个抱出来看看呗，抱到那个窗台那里看看，一睹芳容，看看这个货咋样。来来，你先转过来，先转过来，我在这里先拍下去啊。这个高度大概有30多公分吧？有啊，30多公分，高度大概有30多公分。然后，底下看一下啊，反过来底下看一看啊，有点摇裂啊，其他好像没啥毛病啊。这种不是景德镇窑的啊，玉溪窑。就是整个釉水啊发色啊都不怎么好啊，但是反正大家也应该懂啊。好吧，那放那看看吧，给大家干一件元青花走得了。这种2万块钱，你们要不要？2万块钱要不要？这种东西现在实物在手上，我个人觉得差那么点意思啊，我个人觉得差那么点意思啊。如果真的是云南玉溪窑的元青花，应该也可以啊，虽然不是镇窑口的，偏窑口的应该也可以，但是这个不是很感兴趣，给你们先拍拍吧，你们想要的回头再说啊，反正告诉你，金线元青花。